从来没和你遇见。近日，在乒超联赛中，孙颖莎凭借着出色的发挥，最终获得了本届比赛的 MVP， 而给她颁奖的正是昔日的大魔王王楠。当天，王楠身穿一件绿色西服，孙颖莎在对方手中接过奖牌后，两人笑得十分开心。合影留念时，孙颖莎还一直望向王楠，眼里满是对方。看到大小魔王同框的画面，不少网友直呼这画面太难得，纷纷恭喜莎莎拿奖，认为她得奖是实至名归。同时，有网友爆料称，去年的 MVP 得奖者也是孙颖莎，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实力。其实，王楠对孙颖莎也是一直非常喜爱的。此前，他还曾在训练场脱掉高跟鞋，亲自下场和孙颖莎对练。正所谓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据了解，此次孙颖莎还得到了直通休斯顿世乒赛入场券一张，期待她接下来的表现。